定向参数已经修。那，我校准过哲月门。哦，执行者，我们已经成功打开了图。维拉蒂却在大灾变前，这次的任务，莎莉急于追查他哥哥的线索。但安全起见，这样啊。哎，佩佩，伊尔站长，不知道两位想问些什么。此外，一类被称为阿比斯的高阶灰域体个体也拥有引发式。摩克小队曾为我们带来了这次。此外，一类被五年前。伊尔站长，有异常情况，空间波动有明显加剧的趋势，是由高阶阿比斯引发的时空断层。这不可能，布鲁。是唯一可行的办法。那只怪物还跟在后面，我甩不掉它。莎莉，我们分开走，在近路下汇合。
明白。执行者，保持阵型。喽喽。滚开！准备迎接。